It could be 55. Still, the T side required to gain access to a site. The options plentiful. And Rain, he's not done. He gets his 30. And FaZe, two frags away. One more. They have done it. Back 5 months ago.FaZe 在大表哥 Kerrigan 的带领下赢得了队史第一座 Major 冠军的瞬间，让人再次热血沸腾。决赛舞台上用实力直落尔碾压了 Navi， 让 Simple 毫无招架之力。现场再加上线上有超过200万名玩家一起观看，为自己支持的队伍欢呼，这就是 CSGO Major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比利王。今天跟大家聊聊的就是万众瞩目的巴西里约 Major。本次里约 Major 挑战者阶段即将在10月31日开打，总共有24支队伍参加。整体来说，可以分为16支的挑战者队伍，再加上8支的传奇组队伍。在 Major 的前几天呢，传奇组是不用打比赛的。16支挑战者队伍先打循环赛，称为挑战者阶段。这个阶段的赛制是采用瑞士制的积分循环赛，可以这样简单理解。每支队伍至多会比5场比赛，若赢得了3场胜利就会晋级，但得到了3场败仗就会被淘汰。挑战者的队伍包含了各大赛区的顶尖队伍，以及前一次 Major 9到16名次的队伍，取其中8强进到下一个阶段。下一个阶段则称为传奇组阶段，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小组赛。同样是16支队伍的竞赛，8支从挑战者晋级的队伍，再加上上次 Major 的前8名队伍。从传奇组脱颖而出的8支队伍将会晋级到线下的冠军阶段，也就是我们常看的那些大舞台有观众在旁边欢呼的8强赛。这8支队伍则会以 BO3 单淘汰的方式相互厮杀，最终产生今年的 Major 冠军队伍。现在参与 Major 的方式主要是透过购买游戏中的观众通行证，开启通行证后都会获得一枚纪念硬币，你可以透过解任务的方式来升级你的硬币等级。要如何解任务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去预测各阶段你认为会晋级的队伍。硬币会在完成3项、6项、9项时升级成银币、金币跟钻石币。每次升级硬币的时候啊，你都会获得一枚纪念品代币。代币可以用来兑换任何已经结束的比赛地图纪念箱子。若你有购买观众通行证的话，你可以无上限的一直买纪念品代币，来去兑换更多的纪念品箱子来开。但经过网友统计来说，抽到红箱等级的纪念品几率为 0.026%， 代表说你要将近开4000箱才有机会中一把红箱。期望值来看，开纪念品箱子是会亏钱的。另外，你还会获得本次参加 Major 的队伍喷漆，可以在大赛期间无限制的使用，但会在大赛结束之后就会消失不见。如果你问我说会被推荐购买观众通行证，我认为如果你会想要在你的个人勋章上显示那酷酷的大赛硬币，并且你会想要参与预测，去开纪念品箱子赌一下中红枪纪念品的机会，我会相当推荐。但若你都完全不在乎上面提到的东西，单纯想要看比赛，享受比赛氛围，那则没有必要购买。纵然没有买通行证，有些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。先前有提到的队伍选手转蛋贴纸，按照过去的经验，会在 Major 结束之后推出 2.5折的优惠。你没有听错，真的是 2.5折。此时会有大量的玩家将身上的造型卖到 Steam 市集来换取 Steam 余额。若你有想要购买当次的 Major 转蛋，或者是想要趁着大家抛售造型的时候到市集上去抢便宜，都建议你可以准备一小笔资金在 Steam 上面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次里约 Major 有着非常多的看点，不少队伍都有进行辩证。少了胖球的 Navi 是否有机会阻止 FaZe 的连霸？ Fallen 跟 Cold Zero 各率领一批巴西好手杀入挑战者组，是否能以地主的优势晋级传奇组，重现2016年连霸 Major 的场景？125万美金的总奖池跟 Major 冠军的头衔，究竟会有哪一支队伍脱颖而出？很多问题都会在这次 Major 之后得到解答。影片的最后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小组赛的预测队伍，希望本次大家 Major 都可以获得钻石硬币哦。如果你也喜欢 CSGO 这款游戏，不妨可以按下订阅，我会持续更新相关的内容。也欢迎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想法，你的支持会是我制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之后见，拜拜。